我说我可以重新认识你吗？他要说用什么方式来认识？你怎么在调情呢？跟你们讲那么多。不会啊，很棒啊，唱得很好啊。看他唱歌，眼睛舒服。那就有一关舒服就好了。对，五官嘛，总不能全部都要满足。你是看他的，搜他的美图吗？你说我老婆的吗？对啊，他被网友拍很多美图哎。我们跟我看的都不一样。没有，他有传给我看了、啊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很棒、啊、很棒、啊、很棒、啊，美美少女。我说我可以重新认识你吗？他要说用什么方式来认识？对，就是我想要重新，就是重新追他一次。他说那对对对。他建议你可以用什么方式？他说那你会用什么？就是你要怎么追什么之类的。我们怎么在调情呢？跟你们讲那么多。这不是他擅长的东西吗？对，那他也非常努力的在练习。对，那个压力一定会有，带小孩压力很大，不一样嘛。对，但总是希望他可以做好。嗯。在网络上看到，就是可能比较骂老虎的，你会就是不小心动怒。我不会看。你不会看。网络的，对。不会安慰他，比方说他被说丢身份。压抑不会啊，很棒啊，他唱得很好啊。看他唱歌，眼睛舒服。那就有一关舒服就好了。对，五官嘛，总不能全部都要满足。Okay.